Hello，现在是2021年1月15号下午1:40几，快2点，要上工了。只是昨天刚敷完面膜，OK，敷完面膜对镜自拍。要等一下介绍一个东西，蛮好用的。那像这种40几岁，你看外面又干又冷，又干又冷，而且太阳很大，OK，这个。其实我的保养品都其实大部分都在这边了，然后现在洗的是这一罐，我觉得这罐还不错，男生的这罐控油的不会洗得太干，因为哑了。然后这罐不错，罐用完了，这罐用完了。剩一个玻璃瓶而已，这用很久就用完了。这罐比较好，这罐是白天在用的，UNO 的抗紫外线的，跟它要如意。对，这个我上工前都会抹一下这个。OK，那示范一下怎么用的。啊，这手拍比较不好拍。对，男生啊，到像这种40几岁，你保养一下真的不行。可以看这边，等下抹一点，靠一下吧。OK，先来靠一下。手机拍就是好处就这样子，随便拿随便翻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有点对不到焦。OK，上面有时候会卡一点，把它弄掉。这罐200-300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先生这样子，翻过来对着我拍，但比较清楚一点，不用对玻璃。我看玻璃吧，就是敷面膜了，可是你看一扫起来。脸都这么干了，然后呢，我是上工前，你等一下要是没晚上要焊接切割呀，都是这样子磨的，这夏天磨也是可以的，这罐很好用，然后皮肤也好，其实这个年纪真的是要保养。因为夏季紫外线这么大，我很少太保养了呀，差不多这样子，平均各涂一点，然后都这样子涂。这手比较不好拍，通常是两只手，然后对，把这些乳液不要弄到眼睛。然后吸收进去，人家工作不管外面有紫外线什么，都比较不会。它涂上去会有点白白的，它是有乳液有，它还有加上点，还有抗紫外线，还有抗紫外线。通常我夏天我不会补这罐，夏天我都防晒做好一点。夏天我比较不会保养，冬天你不保养不行，又冷又干，太阳又晒。这罐已经买好久了，当然是冬天抹比较多啦，然后其实一两罐就可以用很久了，大部分时间都要敷一下面膜，眼睛这边要小心一点，我没看到，大致上弄起来就这样子了，OK，那我把这罐盖上去。好用，我就是分享一下，这叫上工前的准备。OK，我们看看镜子。OK，比较皮肤有点滋润，不会晒伤了。OK，好了，那到这边了。OK，拜拜，再见。